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前念才着，前念动一个念头才执着，后念马上觉悟。所以我们不能一直堕入这个陷阱里面。哎呀，我心情闷闷的，我执着，我痛苦，要赶快哦，要赶快觉悟哦。时间会越来越短哦。以前一年放不下，两年放不下，哎，现在缩短，一个月放下，七天放下，到最后，三天放下，到最后一天放下，最后一念马上放下。这个放下要有一点时间功夫的，世间人没办法的。世间人啊，碰到境界，一个月放不下，十年放不下，三十年放不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世间人啊，一句话，三十年一辈子放不下，决定跟他计较，一句话，一句话，哎，好的朋友变成怒目相视，反目成仇，一句话，一年放不下，十年放不下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一直到死，一样恨对方，都一直恨对方，恨对方伤害的是自己的清净自信啊。世界上最愚痴的人就是恨别人啊，恨别人痛苦的是自己啊，嫉妒别人就输两次啊。听不懂哦，你的条件比别人差已经输一次了，还嫉妒别人就输两次了，知道吗？比如说他比你漂亮，你已经输一次了，你再嫉妒别人那个漂亮的女人，糟糕，输两次。要怎么弥补呢？哎呀，你长得漂亮，哎，我内心里面不但不嫉妒，哎，随喜功德弥补我的缺失，哎，摆平，啊，你不输我呀，知道吗？嫉妒人家，输两次，输两次啊。